今年最大的目標當然是要爭取成績啦。咁有幾個目標嘅，咁第一就係可以攞翻我哋參加踢亞洲杯嘅資格啦，重返旺角場啦，咁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個目標喺度嘅。今年個班費其實同舊年會係差唔多，咁最主要就係今年我哋會重新調撥一啲資源。咁我哋希望達到即係比舊年一個仲善用資源，達到更好嘅效果啦。新舊球員咧，其實我諗原有我哋東方啲球員咧，個都好有個拼搏精神，同埋個個都係好有鬥志。咁加入新嘅球員咧，我希望可以產生一個好嘅化學作用，一個好嘅衝擊，咁提升咗大家球員嘅一個表現啦。當然啦，即係希望個球隊係可以爭取好成績啦。咁呢個就肯定係啦。咁當然你話好成績嘅背後係乜嘢？咁就係我哋要做嘅嘢。其實我唔覺得有咩特別分別嘅。其實你每一個球隊都係有每一個球季都有好多轉變。咁我呢個再講啦，其實大家都可能唔係呢個球隊踢過都識㗎啦，即係大家可能之前球隊踢過或者香港都有踢過。咁我唔覺得呢個係問題。作為一個學生又好咩都好，一定係要比之前好啦。咁呢個係關鍵。當然好想去爭取到亞視資格，呢個亦都係我哋見想嘅嘢。其實王威而家個情況就話，我哋都係已經聯絡咗一啲嘅中國嘅球會啦。咁亦都進行中去傾，咁當然啦，一定會講一次呢個球位，因為個窗已經閂咗啦。咁會準備響，希望響一月嗰個開始，可能會或者響十月、十一月啲時間可能會過去考察。咁再有消息會同大家公布。而家都係喺度交涉嘅。中超當然啦，而家係傾緊啫。咁好多嘢要再去落實咯。咁今年當然個轉變大啦，咁同埋有好多比較年輕嘅球員加盟咗啦，咁但係相信即係自己都咁多年踢咗，其實相信個磨合唔會太大問題啦。咁而家首要希望建立默契啦，因為相信我哋有咁多即係年輕嘅球員加盟咗，體能方面應該唔會話係一個即係最需要重視嘅問題啦。咁反而係點樣去將本身個班同新個班去磨合啊？大家適應個踢法係首要。佢帶住大埔一班球員由年青到開始成熟，跟住到攞冠軍，其實我相信一定唔係容易嘅事啦。咁好期待今年同佢合作啦，因為大家都有簡單傾過，佢都有一定嘅要求，希望我可以做啦。咁希望慢慢可以大家溝通多啲，盡快去磨合到。今年嘅短期目標，我諗當然係幫自己撐正選位置啦，因為你可以見到其實係即係好大嘅競爭啦。唔好講人數，其實每一個球員都有佢自己嘅能力啊、特點啊。咁所以我希望可以喺preseason 或者去到開季嘅時候，可以爭取到正選位置。其實有啲球員本身都認識啦，亦都有本身喺一齊做隊友嘅球員過咗嚟啦。咁對於我嚟講就唔算話太過陌生。當然啦，要同新嘅球員係磨合，即係雖然你話傻光嘉偉嗰啲佢哋本身都認識嘅，咁但係你話始終真正係一隊咧係第一次啦。咁所以就希望我諗呢個 precision 對於我哋嚟講好重要。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零兩個月，大家認識多啲，知道大家本身嘅專長同埋特性之餘咧，係可以建立多啲火花出嚟。壓力是絕對有的，因為始終即我們的人腳是叫做比較充裕，不論正選和後備來說，所以就個人競爭是大，我們一定是望著冠軍去到進發，所以一定有壓力。我想隨著整個團隊甚至乎每個球員自己都要有些壓力，因為你要每一天都很盡力去到訓練去到爭，盡力都未必是夠，可能你要是比人家好才行，所以我想這個是球員自身本身的壓力。壓力一定有的，其實每一季我們都是用錦標來做一個目標，今年都不例外，所以即其實之前那兩三季的成績不是那麼好的時候，其實都會壓力。今年我希望即大家整隊波都不要想這些壓力住，專心好我們最重要我們磨練好的默契先，因為始終今天我們的辯論都大。主要是李教練
他释出了善意，然后对我有很有诚心的邀请，然后我也有这个意愿，然后跟他一起合作，然后也在这里 也有很多优秀的球员，然后我们集结在一起，然后也很融入，然后我希望在联赛之后我们拿出好的成绩。其实浩伟他的速度很快，个人技术能力都很强，咁即係希望佢今年加盟到東方都幫到我哋喺邊度嘅進攻咯，希望今年我哋即係佢喺邊度嘅進攻真係可以幫球隊為對手帶嚟更大嘅壓力，咁就會令到我哋嗰個進攻嘅變化會更加多。我感覺很好，因為他沒有像在場上這樣這麼平時比較溫和，對他，因為他主動上來跟我聊天嘛，然後其實我也知道他是一個很厲害嘅守門員。然后很期待跟他一起合作。一半一半啦，系啊，都啱啱同佢倾偈都沟通到嘅，啊，咁唔系太好，但系佢起码佢都明先。欢迎你加盟东方龙狮，得唔得啊？好啊。新一季嚟到东方龙狮，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希望即系令自己个事业可以更加好啦，更上一层楼啦，即系尤其是即係一間咁有競爭嘅球會，希望自己從中從隊友又好，從教練又好，都可以吸收到更多嘅知識啦，咁令到自己係啦更上一層樓。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因為過往都已經有四五季嘅港超經驗啦，咁今次東方龍獅邀請我加盟，咁自己都思量咗好耐，即係究竟應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加盟一間大球會嘅？咁喺不同的角度考慮過，其實都覺得其實應該都是時候要跳出來，始終因為大球會有大球會的壓力，還有在一班高水平高質素的球員身邊一路學習一路練球，其實會令自己的水平會更加之提升，我覺得其實真的沒有很擔心，即是足球尤其是運動的職業運動的層面上大家都是競爭的，即是所以嚟到除咗抱住學嘢嘅心態，其實呢個競爭係好令到自己會更加好、更加進步嘅一樣，所以我都幾中意有競爭呢一個感覺。係如果踢房中嚟講，梗係驚啦，因為有你喺度啊嘛，即係同你比，即係冇得比，我覺得真係咁啊。但係其實對於即係縱觀嚟講，其實因為始終大球會啦，個個都有能力啦，咁我覺得競爭一定係大咗嘅，相比過往。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屬於一啲嘅正面競爭啊。咁所以其實自己就唔會特別怕，反而覺得係一個更加令自己一個進步嘅一個契機咯。